尊敬的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21愿悔过得生愿。那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是承先启后，一开始这段经文看作是第12愿到20愿的总结，所以这段也很重要，老和尚也开解得很深入。我们把经文再读一遍。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执众得本，自性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无不遂者就是没有不满愿的。所以这一段我们能依教奉行那就可以万修万人去我们看讲记144页这一段老和尚讲了佛在经上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依教奉行不能把佛的意思曲解了要发菩提心要坚固不退要这个执众得本要积功累德这个是助修往生的资粮正修呢闻我名号，系念我国。系念就是不能间断的。自心性要嘛，你看这个都是呼应的。自心是真心相信。要呢，欢喜。归心似箭。最想要的黄念老说要把念佛摆在第一你不把念佛摆在第一呢跟要性要的要相不相应那摆第二了当然被第一给抓走了吧强者先迁都要自己去勘验自己跟佛所教的相不相应接下来老和尚提到了这是万修万人去的法门所以大家在一起共修一定要明了我们要成就自己要成就大众这就是无量功德我们有因缘来到道场求的没有别的自行化他你看跟 儒家讲的都是相应的儒家讲大学之道佛家叫菩萨道在明明德就成就自己了在亲民呢利益他人止于至善就是自觉觉他都圆满了止于至善了
不忘初心很重要吧？啊，我到道场为了什么？自行化他。啊，我起的念头啊，哎，要跟自利利他相应。哦，不能还是没学佛以前那些处事的心境哦，啊，那些都要放下喽。啊，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了；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了。哎，自己的一言一行啊，都要符合自利利他。那老和尚说的，这样就是无量的功德了。啊，决定不可以存一个念头啊，破坏自己。哎，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会不会破坏自己啊？哇，那个。情绪一来，脾气一来，跟自己生气了，啊，自责了，啊，用现在医学叫自己攻击自己的免疫系统，哎，现在这样的病啊很多哦，啊，那这个病从哪里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啊，会得这种病啊，那我们的心啊，常常跟自己对着干啊，过不去了。所以学佛首先呢，学自爱啊。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呢，也是自爱排在前面的。啊，欲爱人者。先自爱啊！哦，我们脾气都控制不住了，怎么爱人呢？啊，不吓人就不错了。啊，人家跟我们相处，每天提心吊胆的，啊，他好像又来了，啊，晴时多云，偶阵雨啊，好。啊，所以修行人首先要控制情绪啊，啊，不要自己亲手把功德都烧了啊，啊，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哎呀，这是不是破坏自己啊？啊，老和尚说，愚痴的核心啊是怀疑啊，你怀疑自己了。哦，那障碍很大，哦，都会感觉好像陷到一个深渊去啊，出不来了。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你不相信自己呢，那铁定念念都是烦恼啦。啊，你把信提起来了，道的源头啊。功德的母亲啊，所以信心是能生功德啊，能生善根啊。哦，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这是《金刚经》的教诲了。哦，所以从根本上啊，要信。相信自己啊，本来是佛啊！啊，佛开悟的第一句话就是强调这个了。啊，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哦，当然信心呢，也要随着自己啊，勇猛精进。啊，百折不挠，越挫越勇。这个信心也会增长啊！哎，不能每次都打败仗啊！哦，打败仗是正常的，但是不能一直打败仗啊！
我们建立一个态度，打败仗啊，要知道败在哪，这叫总结经验呢。问题到底出在哪？看清楚了，后不再造。这忏悔的后不再造，叫真忏悔了。那观心为要，观自己的心念很重要了。心念偏在哪，我们根本上找到它。在座诸位仁者应该是都做过三十系列吧。好，三十系列有一句话大家应该印象深刻，这中峰禅师这些开示很精辟啊。诸苦皆从贪欲起，大家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有没有精神为之一振啊？我把苦的根源找到了啊！有没有像发现一座金矿一样的高兴啊？发现宝藏了啊！我把苦的因找到了，我以后就不用吃苦了。修行不就是为了离苦得乐吗？苦从哪里来的？自找的，你不找它就不苦了。所以古人提醒我们，别自讨苦吃啊，别自作自受啊。那诸苦从贪欲来了，那我可以把贪放下，那不就不苦了？那我们关照自己的心念呢，只要生烦恼了，你看根源在哪？就是他讲那个话让我烦恼的，那把责任推给别人了。万法因缘生，才会结一个生气的果嘛，才会一个烦恼的果啊。外在是缘，不是因，因在自己身上了。这个要大家自己去关照，真正看清楚了，才愿意放下。真正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了，不是别人的问题啊，你才可能去对治它了。我们有一个惯性要注意啊。什么惯性呢？一遇到事情啊，惯性就是都是境界的问题，别人的问题。一叙述起来发生什么事了，从头到尾讲下来都是别人错。这个习惯呢，一定要找，要关照到啊。所以修行就是改习惯了，改错误的习惯了。你看禅宗，禅宗就是明心见性啊，其实就是恢复真心呢。所以禅门的公案挺有味道的啊。你看六祖大师藏了15年一出来参加这个印宗法师的法会，在座的出家人刚好有2位在讨论，幡动了，另外一个说不是，是风动了。六祖大师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也不是别人动，不干别人的事啊，仁者心动，
我们自己的心动了。可能我们一看这个贪字，没有啊，我没有贪啊。哎，我们再加一个求，可能就有点味道了。求也是贪呢。我们对人事物有要求，就是贪。为什么会生烦恼？求不到了，就会生嗔了。哎，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我心情不好，为什么？一定有求，有求皆苦啊！啊，被你求到了，就不苦吗？照样苦。第一个一求到了，高兴过度，啊，哎，太高兴了也是苦，不是，太高兴了也是烦恼啊。哎，为什么？你越高兴啊，当你要失去它的时候越痛苦。哎，三界痛苦啊，没有真正的乐啦。啊，这个我们自己要看清楚了。哎，我们去爱别人呢，为什么会生气？哎，爱别人是真心啊，真心怎么搞得很不高兴啊？真心里面有夹杂了，虽然是为他好，出发心是对的了，但是在境界当中就夹杂了，控制要求。叫爱你没商量啊，哦，强迫中奖，哎，当爸当妈妈的弄了一个东西，哎，这吃的很好，一定要给我吃下去啊，哦，搞得孩子都有压力了。所以现在人叫理解万岁啊，我们都比较强势啊，爱你没商量啊，被爱的人内心都慢慢压抑了啊，希望被理解，不要被强迫了。好，所以三十系念这一句啊，诸苦皆从贪欲起。我们真明白了，从此刻开始不求了，哇，我们的烦恼大大减少了，不止不求了，知足常乐，人生解知足啊，烦恼一时除了。我们不要好日子不过哦，啊，诸苦皆从贪欲起，不知贪欲起于何，应忘自性弥陀佛啊。我们还是要随顺自己的性德哦，不能随顺贪嗔痴啊，随顺性德就有法喜。老和尚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哎，用性德来生活，哦，因忘自性弥陀佛了，啊，忘了真心了，随顺分别执着了，啊，而且相续不断的，也不知道把它止住，也不知道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那意念分时总是魔了。每天都被烦恼魔给控制住了。好，所以师长这里说啊，决定不可以存一个念头啊，破坏自己。要自爱，
随顺性的，而且自他不恶。我们破坏自己了，我们自己随顺习气了，那家人受我们影响了，道场里面的同修受我们影响了，那就变成破坏别人了。你存这样的心呢，假如是在道场里面呢，哇，宁动千江水啊，不动道人心呢，那就随顺习气呢不好了，造业了，决定堕阿鼻地狱了。这是个念佛道场、净宗道场，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是来这里，你是到这来成佛的，所以脑子冷静、理智的人呢，不忘自己的动机、出发心，保持出发心。我是来这里成佛的，是来这里啊，受持广度生死流啊，佛说此人真善友啊，我是从学了开始啊，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呢，帮阿弥陀佛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这是道场的初心。所以这个要冷静了，初心不能呢忘失掉，在道场造业，这个业就很重了，一定要搞清楚啊。同修多了，龙蛇混杂，真修的人多，福报大，只有少数害群之马，多数还不会受大伤害。当然印光祖师啊，他老人家说道场常住啊，最好不要超过20个人。大家觉得印祖的话有没有道理啊？好，印祖的话很有道理啊。那印祖那个时候不能超过20个，请问大家现在不能超过几个？我们学佛的人要有动态观察的能力啊，是吧？以前的人心比我们清净啊，人比我们单纯呢，那时候说别超过20个。我看现在得打几折，那学东西啊，要自己会观察、会领悟啊。如果真修的人少啊，问题就严重。这种脆弱的道场啊，一定会被扰乱、被破坏。罪过就无量无边了，因为会造成人家对佛法没信心了，这样的业啊，世间不一定会造了，因为人家不会把责任推给佛门了，他做错事了不会怪到佛门来，但是在道场里面呢，就有可能影响大众对佛法的信心了。所以我跟道场同修们说啊，我们道场很小，有时候有人想到我们这里来挂单住几天，住2-3天还可以，如果是住1个星期、2个星期啊，万万不可。原因在哪里？他在外面带了这些习气啊，时间久了，
我们这边信心不坚固的同修会受他影响。信心坚定的同修不会受他影响。哎，这样的做法绝对不是不慈悲，是要保护大众的清净心。不止保护大众清净心啊，也保护这个人啊，让他别造这些业啊。因为他会忍不住啊。你让他来念念佛结结缘挺好啊，你让他常住了，那他也控制不了他的行为啊。哦，所以道场负责人这个要护念一方哦，考虑啊要深要广哦，不能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了。哎，进一步老和尚开解了，古时候的道场啊，每一处都有他的学风道风，就是专修专学。如果你跟他们不是志同道合，决定不能入他们的道场。孔子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 你的修学方法目标不一样的话呢，你在一起会互相影响啊。入他们的道场是破坏道场啊。譬如这里是念佛道场，你是学禅的学密的，你要进来在这里劝人学禅呢，又劝人学密，这就不得了了。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到人家的地方，要有礼貌啊，要有分寸啊。我们先撇开这个学不学佛，从世间来看，你到人家的家里面去了，给人家家里的人讲了好多话，人家主人都不知道你到底在讲啥呢。你到底给我儿子讲了啥？你跟他儿子讲了啥？他在场，他听到了，没问题。他不在场，谈完你跟他说，我今天跟你儿子说了什么？哎，他感觉你尊重他。这个尊重很重要啊，礼者敬而已矣啊。礼的本质是什么？恭敬，恭敬人，恭敬人家的团体。就像老和尚给我们表演的，哎，诸位仁者啊，老和尚讲这些不能当故事听啊，要马上拉回来用啊。师父到了圣依法师的禅宗道场，赞叹禅宗。现在讲课的老师啊，这些人情事理不一定敏锐啊，到人家的地方就开始强调，我觉得现在修什么重要，修什么重要。人家道场几十年修学的重点你没有去好好了解，一来了就是强调自己认为的，你不是砸人家的场吗？这就不懂事了。所以好像大乘教理开口就来啊，心境呢不懂事啊，不懂人情事理啊。我们都不是从小学传统文化的，学传统文化从哪里学？从礼开始学啊，道德仁义礼啊，礼是最低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你不懂礼啊，更高的道德仁义修不上去了。
所以这个李炳南老师良苦用心编了一本书，叫《常理举要》啊。李老开篇就说了，编这个常理举要啊，希望大家不要被人家讨厌了。哦，连这一些我们都不懂了，到哪里铁定让人家生烦恼了。哦，所以礼呀，不能忽略了啊。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没有礼就没有儒家了，啊，没有戒就没有佛家了，这都是基础啊。”哦，所以李炳南老师说了：“不懂人情，不懂事理啊，会伤天害理啊，你会破坏人家的家庭啊，破坏人家的道场啊。”所以尊重负责的人，啊，承德曾经也遇过啊，在团体里面，有个同仁啊，非常热心，他听到了哪个老师讲的课啊，他就在团体里面拼命发，拼命发，后来我把他找过来了。我说我是负责教学的，你今天发什么东西给那么多同仁，你也跟我说一下嘛，是吗？哎，哇，你到单位里面啊，拼命派这一本书，派呀派呀，啊，你都没有跟书记还是什么，你都没有跟。管思想的领导打打招呼是吧？那这对人不够尊重啦，你要对负责那件事的人要尊重啊。你看好心会不会失了做人的分寸呢？会啊，太激动了。那。老和尚啊，就举了他们发生的事情啊。哎，这多少年前啊？30年前有。30年前就有这些事了，现在呢，更多了。哦，我们自己假如没有认知到不小心了，可能也会犯这些过失了。哦，我们图书馆在前些年呢，南中有好几位，禅云法师有一个徒弟啊，也在此地。以后广定法师送了一个徒弟来，广定法师啊是学密的，他把这个徒弟啊送来，叫他来跟我学显教。10年之后啊，再回去学密。哦，这个很重要哦。密啊，佛门算高级班呢。啊，高级班要先打基础啊。哎，现在密宗啊，学的人不少哦，但是要有这个认知哦。不然你没有基础，学太高啊，那也是危险哦。哦，所以当时候这些老和尚们很清楚哦。哦，而要学显教啊，那要找到啊，对整个大乘经教啊，要很通透啊，贯通的善知识啊。好，我们看到，哎，在几十年前，这些老和尚们，
推荐他的学生去学教，打显教的基础，哎，找老和尚哦。啊，我也遇过一些佛教团体啊，很大哦。我跟他们一接触啊，他们都说，哎，我也都有在听净空老和尚讲经啊。哎，他们也希望能深入经藏。好，哦，那有这么多年轻的人来了，而且都相当优秀，哦，所以馆长就发心，计划办一个小型佛学院呢，来成就他们。哦，馆长的护法心切哦，尤其看到年轻人啊，年轻人发心出家或学佛啊，这个都是很难得，很有善根的。哦，但是也要从理学起哦。所以为什么老和尚尤其80岁之后特别强调扎根？那老和尚60岁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那么强调？大善知识是应激呀，突然感觉到，哇，怎么现在面对的大众啊，连怎么恭敬父母都不懂了，要下滑了，所以应激呀。哦，你看印祖那个时代强调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那时候还没有强调弟子规哦。因为那时候的人，你敢不孝啊？你混不下去了，你没有办法在社会立足啦。哎，现在呢，在路上骂父母，他也不觉得自己有错了。时代变得很坏啊，那这些善知识应激说法当然会不同喽。哦，那这个啊，本来要建一个小型佛学院呢，哎，哪晓得广定法师的徒弟来了之后啊，不到一个星期啊，劝大家念咒，劝大家参禅。哦，哎，这个也提醒我们了。啊，我们呢觉得什么好哦，哇，就一定要别人接受啊，不接受都不行。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呢？ 他觉得什么好喝，你就要在他面前把它喝掉啊。哦，包含他觉得什么餐很好，可以减肥啊，就到处告诉别人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每一个人修学的因缘，包含他家庭情况都不一样。你不要自己的方式方法一定要别人一定要接受。所以老和尚特别强调要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你在给人家意见的时候啊，要设身处地。你设身处地了，很真诚告诉他了，你也不要强求别人一定要听进去。哎，我们都要在境界当中观自己的心念啊，立事练心啊。真正修行人啊，只有自己是学生，不好为人师啊。
哎，我在这个因缘，我在练什么？练全心全意替人想。哦，然后呢，尽心尽力付出了，又不求人家接受，不求回报。哎，我就是在境界里面练这些呀。只求自己了，你就不会因为别人而起情绪了。好，这个设身处地啊很重要哦。啊，不要爱你没商量。那这个到了净宗道场啊，不到一个星期啊，就劝大家念坐了，劝大家参禅了，哎，一下子把我们道场啊给搞乱了，啊，我们很为难呢，啊，大概是护法龙天显圣了，哦，真正正法道场啊，那一定有护法神了。像当时候啊，台湾地震很严重啊，啊，有同修到新加坡找老和尚了，啊，哎，南投寺院那么多啊，怎么地震那么严重啊？这个护法神是不灵了，哎，我们看到一些现象也会起疑怀疑哦。诸位同修啊，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件事？会起怀疑啊，哎，佛不灵了，护法神不灵了，别起这些念头哦。哎呀，阿弥陀佛怎么还不来教，还不来接我啊？哎，起这些都会起疑哦。啊，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时节啊，啊，人家四十八愿早就已经兑现了啊。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呀！已经成佛时节了，哦，别把责任推给阿弥陀佛啊！拜托一下啊，铁定是我们这里的问题了。嗯，好，哦，那这个。护法神啊，绝对是真有的。哦，假如你觉得还没解决啊，哦，那可能要不我们不是正法的，要不呢，可能呢，也借这个人事啊，刚好来锻炼我们。你要安住当下，不要起疑。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嘛，是吧？啊，总要有一些境界来磨练自己的耐性啊、定力啊，啊，不然以后怎么扛更重的责任呢？啊，啊，我是亲眼看过啊，啊，老和尚。比方说有个人捣乱了啊，老和尚把他的名字啊就放在韦陀菩萨前面啊，你老人家看着办啊。啊，韦陀菩萨是总护法啊。嗯，好。哦，所以正法道场啊，必蒙诸佛护念，龙天保佑。哦，你不要遇到境界了，心烦意乱了，那我们还算什么正法道场？正法道场是心中要有道啊！你遇到人捣乱了，你也要真心对待他。啊，别人不跟我和，我跟他和，我不跟他搞对立。
随缘妙用啊！我不跟他对立了，我用真心了，就妙得起来了。你看他很无理啊，可是我们真心对他，旁边的同参道友看到了，都感动啊！我们有自受用，也有他受用。这个捣乱的人有善根呢，有可能就被感动了。好，你只要在这里起一个恶念呢，想破坏道场，自然有护法神呢签单。哦，这是真的。啊，护法神签单，你在这里住不下去。你住在这个地方啊，浑身不舒服。哎，三个人都走了。哦，我刚刚跟大家说，这个南投地震严重啊，大家就问老和尚了，哎，是不是护法神不灵了？老和尚说，你去问一问忏云法师他们的道场。怎么样？人家道场没有损失啊，这么严重的地震呢、啊，没有问题啊，那真有护法神啊。好，哦，那三个人都走了，道场恢复太平，哦，所以每一个道场啊，有它独特的道风与学风。一个家要有家规，一个道场一定也要有规范。哦，所以到人家的道场啊，都要守人家的规矩，了解人家的道风、学风。啊，道风，哎，人家是念佛道场，以念佛为主。啊，你就不能再搞这个念咒啊、参禅了。哦，学风，人家研究的主要经典，哦，你就来了，那你愿意学你就深入，哦，不愿意学的不要，还是给人家推荐其他的经典，就不妥当了。哦，我们加入一个道场啊，一定是我们的目标相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哦，我们的志愿相同，弘扬净宗，劝人念佛，帮助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哎，这就是和合僧团了，哦，所以和合僧团守六合敬，第一见和同解，啊，见解啊相应，目标一样，啊，这样才能同心协力啊。我们中国古来的祖师大德啊，勉励出家人。内养五德，外修六合。这个五德以孔夫子为榜样，温良恭俭让。老和尚曾经讲过一个专题，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这一篇教导很重要啊。我们从事传统文化的教学啊，要名副其实啊，我们有名，行为呢跟传统文化不相应了，那我们就是名不副实啊，就会折福报了。哦，《了凡四训》讲的"名亦福也"啊。
啊，享圣名是福报啊，可是我们的言行跟经典都不相应啊，那福报就折得很厉害了。哦哦，我们刚刚提到了，哎，我们有没有看一些事啊，会起疑心？哎，阿弥陀佛怎么不来接呀？哎，佛法是不是不灵了？护法神是不是不灵了？不要怀疑这些真相哦，包含不要怀疑因果，因果是法则啊。可是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些现象啊，对因果怀疑了，然后呢，也影响自己的信心。哎，哎，这个传统文化老师，哎，怎么短命了？哦，怎么生重病了？当然，这里面的因果啊，还是错综复杂。可是不要怀疑，这个中一定有它的因果。你有这个因缘去深入了解这件事，那我们对因果的认知啊，就在这一件事当中增长。假如你没有因缘呢，你也不要因为这个人事啊，你自己产生怀疑了。不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这个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这个因果是这个宇宙间的真理了。你看玄奘大师，哎，他晚年生重病啊，但是他是前世的，曾经做过国王，杀业太重。哦，所以这个陈德也跟大家提过好多次了，因为自己的因缘呢，出名太早了，名是福啊，这名气大，自己实际的德行啊，差距太大了，这个损福报啊，所以这个增胖计划讲了很多年了。你看都胖不起来，人家有福的人，这个双下巴就很自然就出来了。哦，哎，但自己心里要明白啊，赶快好好用功啊。哦，不能生烦恼了，要转烦恼为菩提啊，赶快多用功啊。而且啊，出道太早啊，我们说嘴上无毛啊，办事不牢啊。那刚出来才三十啷当岁，是吧？那一下子又坐比较高的位置了，你还要决策啊。哇，你带人，没有因材施教了，这个有因果哎。你下个决策不对了，政策不对了，有没有因果啊？哦，所以当领导啊不好玩啦、啊。哦，当老师也不好玩啦、啊。哎，这些角色责任都很重啊。哦，你说我从事教学，你的理念偏了。你影响多少人修行啊？这里面都有因果的，一个就不得了了，还好几个，好多个。啊，所以啊，我们这个年代啊，老和尚说，比他老人家难十倍百倍都不止啊。啊，我现在是慢慢越来越有体会了。啊，我们看一百年前的
规矩，谁出来讲经啊？开悟的人。谁是护法？弘法退下来的人。你说我们现在的时节因缘 还能是这个标准吗？哎，没有这个标准啊，要有配套措施啊。没有配套做法，那不是兵败如山倒啦，那不是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对啊，现在弘护的外在的诱惑比100年前多多少倍啊。哦，昨天听到一位企业家，哦，他也是很认真的在落实传统文化，可能这10多年来，他说出了名的企业家暴露在财色名利之下，谁过得了关啊？这些企业家不是从小学的，没有配套的护持啊，护法啊，哇，太危险了。哦，为什么老和尚当时候到英国汉学院几次啊？一直交代你们毕业之后啊，不要分开啊，要住在一起啊。你不依众靠众，你一个人单枪匹马，你要学赵子楼啊？哎，哦，所以现在弘法的人呢，啊，你还年轻啊，不能一个人冲出去啦，啊，要有团队啊 ，team work， 哦，然后你不要一下就去接种啦，接种哪有那么容易啊？哦，你一接种，过去生冤亲债主通通报到了，啊，人家来听经，听着听着就是要来找女婿的了，啊，啊。啊，这啊，帮他外甥找对象，哎，这些你无始劫这些业缘呢，啊，就动起来了。哦，所以现在配套措施啊，要讲究啊，不是开玩笑的了。哎，啊，我自己走过来一看，捏了好几把汗呢，啊，哦，不是捏一把冷汗而已啊。哎，险象环生啊，啊，到现在还是很危险啊。哦，古人讲盖棺论定啊，这个话讲的太对了。哦，还没有到最后啊，都还不能保证啊。哦，古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啊。这个话讲给谁听的？假如我们觉得讲给别人听的，我看，哦，我本来要说必死无疑啊。为什么？你这个心境啊，你一定出问题的。现在外在的诱惑强度那么高啊，你说一定没问题的人决定有问题。为什么？掉以轻心。你看每一个一书足成千古恨的人是他要的吗？他都是啊大哭一场，没办法，挽回不了了。那个业力来的时候，你的定慧不够啊，你根本控制不了行为啊。阿难尊者啊，那都不是普通的功夫了。他问到遇到摩登前女，也得佛陀用楞严咒给他解围啊。你看这个典故，是不是在启示我们后面的人呢？啊，老和尚说财色名利啊，这个色是最猛烈的。
佛在四十二章经讲了，人假如还有一个习气跟这个男女之欲一样啊，人出不了六道了。所以为什么古人男女大防，要有礼节哦，要有分寸哦。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呢？可能现在的人一听到这句话，哎呦，这个太落伍了吧。哎，不要讲这种话哦。古人的考虑比我们深，比我们远哦。你看现在不重视男女授受不亲了，你看现在一年堕胎有多少啊？古人的智慧都是防微杜渐的啊。你说现在这个整个人与人交往啊，跟古代不大一样了。可是那个警觉性啊，古人的警觉性我们一定要效法啊。你有古人的警觉性都不一定能过现在的关。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诱惑比古人的强度不知道多少啊。那我们还没有古人的警觉性，那不是一个都跑不掉了。所以这个弘法要有配套啊，护法也要有配套啊。哎，我们手上有权呢，我们要守好自己的心念呢，言行啊，哎，是不是都是随顺经典呢？不能随顺自己的习惯呢？哦，你看我们在学校教书啊，你让一个小朋友当班长啊，他当着当着，哦，这个傲慢就会起来了。小孩都会这样呢，哎，大人权力更大了，这个就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很难不染污。所以我们看曾子是承传道统的哦。曾子在《论语》当中说到了，他病重了，接近了这个临终了，把他的学生找过来啊，来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因为身体是父母给我的，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今而后，无知免福啊！我到这一刻，哎，我心安了，我不会伤害我的身体了。所以他护念自己的身体是战战兢兢哦，不是说啊没问题了，不会了。你这种心态的人，身体常常出问题的。哎，身体会出问题啊，品德也会出问题啊。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会贻亲羞。所以古人在护念自己的品德啊，那个战战兢兢啊，不会输给护念身体的啦。你身体感风寒了，父母担心个三五天呢。品德呢？品德出问题啊，父母一生抱憾终身呢。你说那孝子读书人忍心让父母的日子接下来是这么过吗？所以人要在这些诱惑当中能够不染了，孝亲尊师的心念了不能断了。哎呀，我不能做有辱父母老师佛门的事情啊！好，哦，
所以这个我们任何时候啊，不怀疑因果，但是也不要刻意要去调查事情，佛门不多事，你刚好有机会了解，引以为戒，历史像镜子一样，见人恶啊，即念行；见人善，即思起。我们不引以为戒啊，很可能我们也会犯跟他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掉以轻心了。所以这个唐朝杜牧这个《阿房宫赋》写到：“后人哀之而不见之，没有引以为戒啊，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就像我们现在走在学佛啊、学传统文化道路我们说：“哎呀，那个人好夸张啊，怎么出这个问题啊？”过三年以后呢，我们后面的人说：“哎呀，他怎么那么夸张啊，犯这个问题了？”真是如此哦，掉以轻心啊，很难不出问题。当然，我跟大家探讨到这里啊，不是每天紧紧张张的是警觉性高，不是紧张不是身心紧绷哦。警觉性高啊，最好的方法，佛号不要离身。深深唤醒自己你一生接一生啊，妄念杂念就越来越少佛号是道共戒你念的正念能分明是定共戒，你有定了，你有定呢，你就不会犯戒了。你在道中呢，你也不可能犯戒了念佛就是住在自己的真心呢，因为这个佛号就是自信啊，弘明正章自信啊，念佛即是自心现呢。我们处在这样的年代啊，佛号啊不能断啊。要多多益善的念得一句是一句说得一句，说闲话废话废一句了所以要内修五德所以老和尚讲的这一篇教诲传统文化老师要效法佛陀，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你一个传统文化单位啊，你不能傲慢变成一言堂啊！我们又不是开悟的，也不是从小学的，怎么可能我们看的都对嘞？所以要懂得集思广益啊，要带动大家参与啊，要懂得纳谏啊，接纳别人的劝谏啊。唐太宗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人物了，人家不止纳谏还求谏呢，主动求人家劝谏呢。你包含一个团体有人离开了，绝交不出恶言不能去骂人你还骂给团体的人听，有什么好处啊？你骂了人家你就提升你的形象就更有威望了吗？这不是适得其反的事吗？团体
家和万事兴了，常常在批评人这个团体怎么兴旺呢？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哦，这个下莲居老居士啊，说这个学六祖坛经啊，不要只是在那一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六祖大师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话，哎，其中这一句就是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闲。自己改过啊，烦恼轻啊，智慧会长啊。哎，你掩饰自己的错误。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啊？啊，我自己很有体会啊。成长的过程，包含自己当老师在学校教书，哎，学生童言无忌呀、啊，啊，有时候看到老师不对，啪就出来了。心里一下面子有点过不去了，想要发脾气了，又觉得好像不对，在那里挣扎了一会，要接受别人劝不是那么容易的，时而勉强啊，一开始还是有点勉强的，还要装着谢谢你，但是里面已经动动动波涛汹涌了，是吧？这很正常啊。中则泰然了、啊。你慢慢感觉到，哎呀，这些心里面的波涛啊，这个是烦恼啊，不能认贼作父啊，就是这些东西搞得我轮回了无量劫又无量劫了。哦，所以这些古人他们都比我们有功夫的，他还要求见呢，更何况是我们啊。哦，而一个团体要形成呢，让人敢说真话，敢反映问题，哎，这是这个领导人深信因果啦。为什么深信因果？他希望问题都能反映上来。你问题不反映上来，不解决，位置越高，责任越重。所以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啊。这是我们到佛门来护持的初心啊。那怎么无过？那当然要了解情况，尽早处理啊，就跟中医治病一样，要防范于未然，甚至于刚有一点情况，赶快处理了。你不能等发现问题的时候都很严重啦，人心都已经失信心了，我们才发现，那就大伤元气啦。好，所以这一篇呢，我们都要好好多学习，多深入，不能傲慢啊，不能一言堂啊。孔子这学释迦的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学孔子的温和良善良，体恤别人，关心别人，恭敬、节俭、谦让，好，那外修六合，这整个团体处事待人呢，修六合，内是个人要修五德，这是自身的庄严。自身庄严也很重要啊，让人家看了有信心，看了愿意亲近。外面是跟大众相处，要修六合敬。
这个僧团呢才是福田，才有护法神呢保佑。我记得我初学佛的时候，这个老和尚讲经说了，你真正一心为众生呢，你没有饭吃的。老和尚说到这里呢，稍微转身是比着这个韦陀菩萨的位置，韦陀菩萨撤职茶饭。感受到这个老和尚对护法神的信心呢。老和尚又说了，你呢不依教奉行，不守六合敬，你供100尊韦陀菩萨，供1000尊韦陀菩萨，韦陀菩萨也不保佑你。韦陀菩萨不接受贿赂的啊。你守六合敬了，你没有供，韦陀菩萨也保佑你。佛法重实质哦。所以有护法神保佑啊，诸佛菩萨护念，所以这样的道场啊非常稀有，非常难得，因为难得啊，所以黄念老就告诉我们，这个都是大善知识的教导，同修贵精不贵多，不要去拉人哦，要用感召的，志同道合。拉人就是爱热闹了，那么多人干什么？匆匆炒面啦、来，你负责一辆游览车，别这么操作事情啦。我们看老和尚最推崇的海贤老和尚。请问大家，他们道场几个人啊？人家就几个人啊，哇，各个成就，海静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包含海贤老和尚的母亲，哇，你看来佛三圣啊，所以道场不用多啊，只有三个。那就是你们道场三圣啊！只有三个人，三个都成就，不得了了。这个就把那一方啊，这个念佛法门给兴盛起来了。我听说现在来佛寺香火鼎盛，大家都去拜这个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的全身舍利了。那当然去了啊。那个来佛寺啊，那应该都是大力弘扬这些善知识的教诲，还有他们的行仪让我们来效法学习。所以经是真正志同道合，两三个人、5、6个人不少。觉明妙行菩萨的道场啊，只有12人；慧远初祖的道场啊，也只有123人。这个老人家举，榜样哦。4个人在一起啊，就成为一个僧团。不要多，绝对不可以让与我们的见解、思想、愿望、修行目标不相同的人加入，决定不能共处，所以要理智啊，不要感情用事啊。他跟我交情不错啊，把他找来，他是修禅的，就找几个参禅的同修，我们尽心尽力才供养，不分。哪个密宗道场啊，正法道场啊，现在很需要帮忙啊，那不分彼此，尽力帮忙，才供养。
法供养布施。经书他有需要，我们供养他，布施给他，帮助他，但是决定不能在一起共修。帮他建立道场是很大的功德，他修密，我们帮助他建密宗的道场。因为所有宗派都是佛说的，这一句很重要哦，我们不能去毁谤不同的法门哦，这个业很重哦。你看老和尚啊，当时候见到索达吉堪布，他也是期许年轻的法师能把大乘都兴盛起来。老和尚是希望八宗都兴盛的，大乘有八宗啊，那我们学哪一宗的，我们带头，学风带风带头，带头啊，就是广修供养啊，就是普贤行啊。所以佛说的都是正法，都不是邪法，我们彼此啊，互相赞叹，互相帮助。普贤行是称赞如来，没有批评哦。我们一言一行啊，起心动念啊，要跟普贤行相应哦。诸位仁者啊，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这两个字哦，相应哦。你不相应，就像念佛不相应啊。喊破喉咙也枉然了。那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呀，我们要接通它，要相应啊。可是修行啊，一定是几个人共同修学一个法门，决定不能搅乱。就像一所学校啊，有许多科系，都是一个学校的学生，科系不相同。你在这个科系念书，决定不可以舍弃这个科系啊，去听别的科系的课程，这是不许可的。决定是搅乱，决定不能成就。其实我们呢，大家深入无量寿经啊，觉得时间够不够啊？你这个主修的这一部经，时间都不够了，还跑去看其他的经啊？那不是很奇怪吗？你都不专注了，不专心了，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你是学土木工程呢，他是学医的。你劝他不要学医了，也学土木啊，这成什么话呢？你看这个老和尚都比喻啊，让我们能够去体会啊。这就把学校搅乱了，世间法尚且不学，何况佛法？佛法修学的要领啊，没有别的。不管你是依哪一部经，依哪一部论，依哪个宗派法门要专要精，这就对了，你才会有成就，你才真正值得赞叹。专了，一直深入一直深入，就像挖井一样，挖到井了，水出来了，你挖挖挖挖没多久，又挖第二个井，挖没多久又挖第三个井，啥时候是挖到水的一刻呢？就很难了，不专了，不精了。好，所以这些都是执重得本，这积功累德，
在道场里面呢、这一些道理要明白啊，才能积功累德了，不然会好心办坏事了。哦，所以这一段是总结第十二愿到第二十愿啊，应有这样的心态行持啊，来修西方净土啊，这样决定成就。啊，接下来经文讲到了，啊，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啊，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啊，过去生生世世所造的，都是数恶。经典以前的都算了。从这一段文我们能看到啊，名号灭罪功德不可思议啊！哎，闻我名号了，能极致悔过啊！这个命中不复更三恶道，不会再多恶道了，极生我国。哇，你看这个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了，所以清朝乾隆时代有一位慈云灌顶大师，著作很多，收在万续藏经，万字续藏经里，他有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题为观经直指。民国初年呢，也有一位慈云法师，这一幅对联呢，就是印光大师送慈云法师的。上落款，上款落的有名字，是不是那位慈云法师又来了？我们不知道。慈云灌顶大师在《观经直指》里明白的开示我们了，所有一切经法消灭不了的业障，这一句名号悉能消除。这是祖师讲的话。哎呀，这句话很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因为我们都不是从小学的，甚至于学了之后啊，有时候还抵不过以前的这些习气啊。不怕，只要我们肯念佛啊，再重的业障都能消除掉。安心很重要哦。安了心了，这佛号念的就相应了。闻我名后啊，即自悔过。注意呢，这个急，换句话说，什么是忏悔悔过？念佛就是忏悔，不必在佛菩萨面前祷告啊，我过去做了什么坏事什么错事，你祷告一次啊，又做一次，脑子里又过了一次了，阿赖耶识又落印象，又造一次。哎，这一段很重要啊！我们有以前做错的耿耿于怀啊，常常想的，甚至梦中都会冒。这阿赖耶识一直在种了，不要再造了，念佛就好。所以过去所造一切罪业，不要去想它，汲取教训就好了，高度的警觉性啊，后不再造，不要一直想，想佛念佛，极致悔过啊，念佛就是悔过，不要再搞别的了，这个道理很圆满了，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唯心所造啊，
所以大乘佛法决定不主张后悔，后悔一次又造一次，再悔一次又造一次，这怎么得了啊？所以我们一念佛了，念佛即是自心现了，就没有随顺妄心了，随顺真心了，就不再造业了，这个就是忏悔啊。所以你何必再去造？你造阿弥陀佛多好啊，念念想阿弥陀佛，念念做阿弥陀佛，这样好。所以一切业障都消除掉，所以这个法门妙不可言啊。我看大家的表情好像不觉得妙不可言了，如是妙法性听闻了，我刚刚说妙不可言你们都没笑，因常念佛而生喜呢，还是刚刚讲忏悔大家又在想过去的事情，所以没笑出来。这就是念佛灭罪啊，念佛消灾啊，念佛是真忏悔啊。实在讲啊，知道的人也不多啊。所以江卫龙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说了，持名念佛啊，暗合道妙啊。即是行深般若啊，跟《心经》那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一样啊，无意念实相啊，跟念实相一样啊，平等的 啊，所以妙不可言呢、啊。是故啊，能消众业。能灭重罪啊，都能消得掉的，这个都是高僧大德给我们安心哦。我们有十足的信心啊，老实来念这一句佛号。就越念越相应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